我们现在要挑战，我们现在要挑战恐怖箱。其实不恐怖啦，真的不恐怖，不要紧张。他刚刚有瞄到，就看人吧。看人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管理老师先哦，你等一下就从伸进去，猜猜那是什么东西？不能生气哦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。我知道了，如果说提醒我不能生气，我大概就知道是什么类的东西。好，是哦。好，好，开始哦。猜猜是什么？里面一点，里面一点，在里面一点，这样。哦哦，触感很奇怪哦。你猜什么东西？猜什么东西？这个不能洗马桶啊，就是洗杯子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那么强啊？不是啊，这个就是洗那个什么杯子的东西啊。恭喜答对，你把它拿出来看，把它拿出来看。我想要，我最近要换新的。送你，我怕你打我。换凯君老师，号码过来。告诉你，大家都叫我美妆林大本，好不好？谁炸的？软面哦！老师很棒，谢谢老师。